在程少商才进宫几日，他连你过去寿宴都没参加过，哪该知道如何操办？又在给子胜准备吃的呢。宫中的鱼塘珍贵，我便想出此法子，才能多做一些塘，这样皇后每日能吃些甜食，心情也能变得愉悦许多。看来这程秋公啊，这以后啊不用日日来了，倒是有人比朕更会哄皇后啊。吴公主，你本是我少年时的伴读，可如今母后将事务交给程少商，他不过入宫才几个月，就越到你头上去了，你可真的担心？都坐吧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这寿宴啊也办得很别致。如此欢愉之日，我们君臣同乐共饮。无愧父妃。不好了，程阳，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母后不是一直夸你有才能又贤淑，说的天上有地上无的，怎么今日带个鹿都能带进府里？吴公主，再这么下去会出人命的。这世上哪日不死，一条人命而已，算什么大事？武皇兄酒醉之下情难自禁，与程娘自行苟寝室。林不言，你要干什么？这是皇宫，你要打皇子啊？林不言，你疯了吧？程少商，程少商，我要杀了你！秋，你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陈少商，你还瞒了傅婶事儿啊？滚出去，滚出长秋宫！若不是今日五公主说漏嘴，你打算瞒我瞒到什么时候？在玄明殿责打十一郎了，子胜，放开我！我有仇自己报，有罪自己领，不用人替我操心。林子胜，这男人是我的，平时我都舍不得打舍不得骂，他怎能受这般苦？放开！子胜自小孤苦，他是将陛下当成亲生父亲。陛下，朕打他还不是因为你呀、啊、记住了，不准打了。今天子胜挨的这顿打都是为你而受。许林君杀夫，秦卫府现已在抓捕取尸的路上。那许灵君不知羞耻，勾引殿下，我与殿下再续前缘，甚至不惜杀夫。毒妇，你和太子私通，害死我儿，我可怜的儿啊，我儿就这么白白死了吗？太子与臣子妻害死人命，圣上也不管管吗？混账！身为储君，品行当为天下之典范，而你呢？你为儿女私情，差点毁了你的名声。子胜，去，务必查明真相，给东宫乃至天下一个交代。
看把你给难为的，一个女娘来查案，你不觉得瘆得慌？我为何要在家束手束脚等着？我又不是那种出嫁从夫的女娘。若是查累了，不妨出来歇歇。我知道你眼红子胜，能娶到我这般优秀的女娘，但我跟你说啊，你大可将眼光放低一点，毕竟像我这么优秀的女娘不好找。沈剑，我见你待那程娘子有情意，是否中意她？意思慢，满盘皆落索，便是他程少商今日成亲了，我袁善剑的日子终究还是要过下去。你要是想亲我，咱俩还是得换一处地方，这里毕竟是皇宫。我做这个是为了时刻提醒你，任何时候你都要记得自己是有心腹的人。陈娘子，我一定活着回来。早去早回，我在都城乖乖等你回来，等你回来娶我。等我。这女娘怎么一定亲变成了旺夫石了？你可知我这些日子过得有多累？试穿嫁衣，试戴首饰，你又不用成亲，你会不到我这般滋味的。我定比你先成亲。停，袁胜剑，不想成亲就别成亲，又没人逼你。我本对袁氏宗父要求就不高，头脑不能比程娘子迟钝，性子不能比程娘子乖张，明白？样貌也不能比程娘子丑陋。公子，你的要求其实还是有些高的。我今日定亲了，只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蔡家要的彩礼太多，你不够给。那不如让我家子胜见你一些好了，这次办你